Bonjour mon ami, ça va? Protect ally turret.怎么觉得金牌手的音效是不是变了？现在金牌手远距离是真的不会痛，他会用那个护盾来跟我换血。 他们打野帮他拿到那个护盾。哎呦，这浩克很凶哦！ 再压一个漂亮哦！哇！哎呀！哦！好了，刚不是有观众在问浩克可不可以打野，有答案了吗？哎！你这么近的距离贴到我身上来，就是等死了。 直接跟他说拜拜，因为我们有出驱散哦，那这一把就不用带防护靴了，想带还是可以带啊。 You're out of chances. Fanny,每个都他妈的都有位移技. Protect ally to it. An 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. Rampage. 哎呦，不回来是不是？那就拆啦！借吃一下，边吃边囤牌啊！等下如果有人来，我就给他死。推到画面，嘿。 其实啊，鞋子应该带个行军鞋比较安全啊，不要像我这样子抽攻速鞋。你带行军鞋，刚刚才扛得住这个暗夜的伤害啊！啊，暗夜大绝丢歪了。哦哦，没事没事，流血用喷了一样，那是肯定的，绝对是喷到心坎里。叠个牌，叠个牌，叠个牌，就叠个牌。 没问题吧，各位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哦，手指离太远了，所以我就没打算按驱散，真的是离太远了，完全不方便去按。
guys, mon ami.为什么不让我走？最后面再来个女武神长弓啊，我们就不要出永恒枪了。完美的误穿，打在谁身上都很痛啊！你们敢跟我挑战吗？你们敢吗？痛死你们！我跟你讲。An enemy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nake eyes, mon ami. 好啊，每个都这么会跑。An 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. GG。哎，金牌手的音效怎么被偷改了？这算不算是一种暗改？哎，下次我们还是乖一点吧，出个物防鞋吧，不然被刺客打到真的太痛了。攻速鞋其实没有到那么重要啊，你只要有在丢技能，攻速就很快了。OK 吧，全场最高伤啊，我们并没有让人家失望，对吧？因为他现在也是算是偏冷门的啦，很少人会去选的。现在大家的主力都摆在冬兵啊、鹰眼啊那些角色身上。现在金牌手真的是出场率变低了，但他其实还是蛮强的。你要出暴击可以啊，只是我的金牌手是不出暴击啊。我现在觉得像这种有一半以上是靠技能伤的这种角色，你就是冷却、误穿、女武神长弓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，效益不会输给暴击哦。